全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自卫人医守护爱》，我是梁宗昭医师。在医院呢，常常看见生老病死，虽然医疗的发达呢，可是死亡还是必经之路。我们如何宁静而勇敢地面对死亡呢？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，是我们台湾安宁缓和医疗的推手。第一位是我们心联病房的王英伟主任，王主任你好。主持人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第二位是我们护理部的王淑珍副主任，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。王英伟，花莲慈济医院心联病房主任，慈济大学人文医学科主任，美国杜兰大学公共卫生博士，曾任国民健康局副局长，推动台湾安宁缓和医疗不遗余力。强调安宁照顾的精神，就是要帮助病人有尊严地走到终点。王淑珍，花莲慈院护理部副主任，从事护理工作超过28年，外科与心联病房临床经验丰富，屡屡获奖肯定。担任志为护理主编，也是慈济大学与空中大学护理系讲师，主持过多项推广安宁疗护计划，目前正攻读博士班。王主任啊，刚才是安宁缓和医疗嘛，什么是安宁缓和照顾呢？我想可以把这个安宁跟缓和两个字加在分开来讲，也可以加在一起。实际缓和本身就是对实际上每一个病人在生病以后呢，他实际上会受到很多的痛苦，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减轻他的症状啊？这个就是缓和的一个精神。安宁我们听到实际上包括说身心灵的部分，让他在这个比较重病的时候呢，得到不止身体的一个舒适，包括身心灵的部分也得到一个平安。那过去我们常说啊，是不是这已经是做等于临终照顾？实际上最近很多的报告就告诉我们说，实际上一个病人，比如说癌症的病人，国外的一个很有名的医学杂志，他说哈，如果我们在治疗癌症的时候，同时接受缓和安宁的照顾的时候，反而病人活得比较久。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啊，安宁嘛，是不是等于临终？实际上不是，是让他生命的品质要增加，才是安宁照顾。王主任这样一介绍哈，你们的病房哈，一定跟别人的病房哦不太一样。我们来看这段 VCR。花莲慈济医院的心联病房里来了两位阳明大学医学系6年级的实习医学生，他们选择来到花莲慈院，这一天要跟着心联病房的护理师见习。那你刚光拆那个敷料，他就很痛，所以我们会尽量把东西先全部准备好，因为你去拆那个伤口擦，去准备那个耗材，对他们来讲要等，对，他会很辛苦。邱以勋护理师正准备帮一位口腔癌的病人清理伤口。7天前，他来到心联病房，肿瘤造成开放性的伤口，因为大范围的组织暴露在外，容易产生异味。护理师除了要帮病人换药，还要想办法消除不舒服的味道。会调一些精油，那精油的效果其实很多，那我们会尽量像除异味的部分可能会比较清爽的味道。那我比较喜欢的是尤加利，因为它可以去异味。我们会注明啊，因为如果我们有些病人喜欢这个味道，我们之后没血不知道它是泡什么东西。每个人对臭的感受度不一样嘛，那这边有一个 TEOER 的异味分级，那我们就会评估这个，记录上也会呈现。有可能我一进去整间病房好重哦，味道马上就闻得到，那就是零分。对于我们的拍摄和实习医师的在场，以勋都征询这位李先生的同意，因为没有家属陪伴，医疗团队特别提供一台收音机让他听听外面的声音。有些病人有宗教信仰的，我们可能就会放一些音乐啊，佛教啊，就用佛教音乐，基督教听，主要有他们自己的音乐。好，忍耐一下哦。身体变化的每个过程细心记录下来，帮助下一位照护的护理师能够很快接手。其实跟病人互动最多的其实是护理师，就
他们是我们可能只是每天早上下午查个房看个病人十分钟，可是护理师是一整天陪伴，然后其实他病人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护理师都知道，所以有时候在病人眼中护理师是他们的天使。他今天照顾四个病人，那他们每个病人今天都刚好要同场，可能灌一次就要大概半个小时吧，那四个病人他可能就要花两个小时，那一个早上的时间可能就差不多了，这也是他们辛苦的地方。你讨厌一个病人的时候，或者是你觉得照顾他有压力的时候，你就把他想成如果他是你的家人，对，那当下你可能就是换个角度想，你照顾他你比较不会觉得，就是你心理上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，然后也会比较就是真的真心的对他，对，那你可能这个路会比较好走。黄主任，安宁缓和医疗的照顾，医生的角色跟好像一般的照顾不太一样，有哪些不一样？我想基本上医生的精神都应该是一样，怎么让病人得到解除他的痛苦。可是在安宁病房里面，我们所面对的是生老病死的死，实际上这个字很多人都很害怕。那当时我们刚刚提到说，不见得只有快要死亡的人才到安宁病房，我们实际上是希望解除他们的一个痛苦。所以很多人都问我们说，那是不是你每个病人最后都会离开了，会不会都没有成就感？可是当你看到病人到我们的病房里面，他们的痛苦获得解决，他们的家属得到支持，他们可以满足他们的心愿，走完成他们最后人生的一个愿望，这个实际上我们得到很多的一个成就。甚至说在医院里面很多的病房，很多病人离开以后家属都不会再来，我们病房有很多我们的家属，现在是我们的志工，是我们的朋友，实际上我们是一起来去把我们的照顾的经验，过去的一个照顾自己家人的经验呢，分享给其他的家人。我们的团队实际上不是只有自己医师，必须要加上比如说我们的护理人员、社工、志工，甚至说了我们的家属，让他来一起来去提供给我们病人最好的一个照顾。我在我们的心联病房，主要是家庭医学科在照顾嘛。你看我们后面都是很多家庭科医学科的医师，其实他们以后对推广啊这些都非常非常有帮忙了。那我们知道王副主任刚才看到，我知道你在本来是一般外科，也当过心联病房的护理长嘛，他那好像很多表格评估表，像刚才我前看到这种异位评估表，我就没有看过哈，跟很多不太一样，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好，我们在病房其实设计了很多表格哈，那这些表格其实像刚刚那异位，以勋刚刚也讲到说，其实每个人对于异位的感受不一样，那所以异位的评估表就可以让我们医护有共同的语言，我们知道说零分跟五分的差别在哪里。那另外就是我们知道护理人员的时间也很宝贵，我们希望说我们护理人员更多的时间可以照顾到病人，那所以如果把这个时间记录的时间省下来，其实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病人。对，那所以我们设计了很多表格，那这些表格其实因为要背很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就放在病历的后面，那护理人员随时可以去查阅。像疼痛的表格，一沟通就知道嘛。对对，闻异味，远近也马上就可以知道。或是有些病人他疼痛没有办法表达，那我们可能从他的动作、他脸部的表情去来看。对，我知道刚才现在影像医学是非常进步了。我刚看他们还蛮特殊的哈，用影像来照记录嘛。然后你们护理部和护理的照顾是不是很多自创的妙招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我们其实也没有说是我们护理啊，我们其实都是医护共同哈。像刚刚的一个异位哈，我们主任就是看了一个 paper 一个文献说，有一个抽臭味的那个机器是可以除臭的，那所以他就去买了那个199买了那个抽风机，然后自己做一个臭味的哈。那另外就是在我们东部地区，其实很多的病人他的经济状况都是有一些比较没有办法去给付，因为像现在伤口的敷料其实有很多很好除臭的一个敷料，可是这些都很贵，那我们就是用巧思，比如说我们用炭上炭木炭的那个纱布，然后我们再去消毒，然后再让病人使用。医疗团队互相，对，互相。我知道你很多点子啊。他们在护理师在你们眼中好像也非常的特别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我们病房是一个原则是不择手段，所以的不择手段是用任何的方式提供给病人最好的一个服务。所以实际上在花莲的慈济心联病房，
我们引进了很多台湾第一次的使用的方式，包括做很多的辅助疗法，比如说芳香疗法，在十几年前我们在开病房的时候，特别在英国里面引进，那也包括说淋巴水肿的按摩啦，还有包括说一个我们副主任哈，他大概台湾这就他第一个做的那个灵气的那个治疗性的接触，这个也是提供给病人哈，在正式医疗以外一些舒适的一个照顾，真的是不择手段的哈。其实单治病人还是有点怪怪的感觉，可是所以你们呢，不只在医院里面照顾，你们也呢做一个到医院以外做一个无围墙的医院。我们来看这一段维西亚。居家访视车比平常提早出门，因为今天要探视的黄女士出现不舒服的情况，先生打电话来寻求帮忙，陈纯纯护理师与同行的中医师王建豪二话不说走就对了。63岁的黄女士在一年多前因为骨刺开刀，却发现罹患多发性骨髓瘤，并且很快转移到骨头，经过一段疼痛治疗之后回到家里休养。现在稍微动一下可以，可以走到哪里？他像是里面，像气候天气好一点，精神好一点，他可以走到外面坐一下，晒太阳一下。他再坐时间太长不行，他屁股就会痛，腰就会痛，胃会不舒服。因为疼痛无法到医院回诊，像定期抽血等检查就由护理师纯纯帮忙。他就今晚要去医院帮忙，干嘛这？我有背两，我有背两。你看你带那么多了，你要帮我吸很多、啊。对，没有吸到会交代不过去。这个会太紧吗？他会跟我说笑话，像抽血就抽血了。他说他吸水血啊，他要来今天要来帮我吸血了啊。脚有一点肿，因为黄大姐脚部水肿，纯纯这次特别邀请中医师王建豪一起往诊。他走了，直接有效益。谢谢你为几位下半身瘫痪的癌末病人送来他们需要的药物。这郑仁君的药，我补到礼拜三早上。好啊。所以今天晚上，明天礼拜三。我刚好跟主任讨论过，软便没问题嘛？对啊。这个改磨粉后，放在伤口上。可以啊。等一下我们就。直接复诊吗？对，没有，就是我们等一下可以换一次。也协助中心的人员如何关照患者的身心灵。偶尔会有血丝的感觉，对。我帮你量个血压看一下，如果你真的睡不好，睡觉药我们再帮你调整，好不好？每天都在算说我星期几要来。没有活动哦。你现在在想吐是不是？循环比较长。对啊。前面哦。一两口。休息一下，可以啊，休息10分钟就发烧了。你舌头先伸出来检查，舌苔太厚了，因为念珠菌如果它改善，它食欲应该就会好。对，我先处理它那个。等一下刷牙。纯纯打开居家访视车的后车厢，琳琅满目的医疗器材都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提供患者服务。那个尿管啊。就是针对病人，如果说他管路到期的话，我们需要去帮他做更换。下午王建豪医师，如果有紧急状况，纯纯还可以先帮忙联络医院，直接重点处理，就像是没有围墙的医院。台湾民情来讲，很多病患其实还是以家里喜欢在家里，因为家里的环境是他们熟悉，而且他们会觉得比较舒服啦。那其实我们的车上也放了很多。用品啊，所以就是其实到哪里发现需要什么的时候，其实都很方便。有18年护理资历的纯纯说，居家护理师虽然经常在外面奔波，但他却更高兴能够第一线服务患者。
孟主任哈，好像不只是癌症哈，其他好像还有其他病也可以申请这安宁居家照顾嘛，而且团队的成员也很多，可以给我们说明。其实像台湾哈，一年里面大概有4-5万的人死亡，嗯，那其中癌症大概差不多4万多。那另外有10万的人口哈，实际上是其他的病情。实际上，所有的末期病患都应该被接受这样的一个照顾。所以在2年多前啊，过去实际上安宁疗护是针对癌症的末期。对。那大概差不多2年多3年前呢，我们健保局也提供所有其他末期病患的一个照顾，包括说器官衰竭，比如说肾脏病啦、心脏衰竭啦、肝衰竭的部分。那也包括严重的失智症的病人，也包括所谓的渐冻人，哈，实际上他们都是可见他的生命的期间是有一定的，可是呢，他越来越不舒服的时候，这可以接受所谓的一个安宁疗护。对，我们知道哈，王副主任哈，在我们心联病房当护理长，或者现在也是很持续关心，还推广一个叫做圆满人生哈，预立遗嘱的自主计划，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这个圆满人生预立医疗自主计划，其实就是在我们一般的民众，其实他都知道要保险，那也知道要交代后事，可是他不知道，其实他到最后的医疗处置，他也可以先事先做决定。那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很重要，可是好像还不会到来，那都决定的太晚，那都由家属来决定，那所以我们才想说，应该要给社会的民众更多这样的知识。而且里面好像有很多图解哈，跟民众说明了，他们可以讲得更清楚。对，像这一本《圆满人生手册》是我们这一次计划里面哈，就是制作的。那很多人都对于急救，其实他不是那么的清楚，好，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本手册里面，其实放了很多我们急救会使用到的器具，像这个气管内管，其实像我们手指头那么粗，那直接放到气管里面，其实是很不舒服的。哦，对，我知道哈，很多嘛哈，但是这个虽然有说明，而且蛮好用的，那你觉得推广最困难的是什么？最困难的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觉得说死亡是一种机会，像我们第一次去宣导的时候就被一个民众骂，他就说小姐你在诅咒我们，就讲不下去，因为刚刚安妮一讲出头那就讲不下去了。那另外就是很多民众觉得这很重要，可是他们觉得时间还没到，还没那么早，可是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现在很多失智的老人，其实他有时候就是意识就不清楚了，那所以他的后事或者是他的照护处置，其实家人都不知道。所以如果事先，其实我们也希望说他可以事先把它写下来，或是跟他的家人谈，那家人就会比较了解，也比较好做决定。对，当然这个哈，劝说哈，我们医师其实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关于预立遗嘱哈，王主任有没有跟我们补充的？实际上，这个是我们最近几年推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。那各位大概都有健保卡，各位的健保卡里面有没有注记？一个叫预立叫接受华南安宁医院书。这个医院书呢，通常来讲，我会跟我们病人说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我已经在我的健保卡里面呢，已经注记了。有一天，当两位医师判断我已经到末期，不是现在哦，是有一天当已经被判两位专科医师判断末期，这个时候呢，不要延长我的死亡。所以实际上每一个健康的人都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注记。所以我们现在跟民众讲说，我是你医师，看起来我还可以活一段时间，我已经用写下来，我也希望这件好的事情我们大家一起做。所以我们推广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对，我们知道哈，你刚才推广的就是在心联病房嘛，然后又是居家照护。我知道很多病人哦，在外围的癌症病房的，其实里面也贡献很多，共同照护。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。我们今天先讨论一下几个居家的 case 好了。为了推广安宁照顾的观念，花莲慈院建立了住院共同照护的机制。每个月一次，心联病房的护理师和血液肿瘤科的医护人员一起开会，讨论相关病人的照顾，甚至出院后的居家情况。以前人家听到我们是安宁，都会觉得我们像是死神，对，就类似，他会觉得好，你是要来带我走，你是要带我去安宁病房，所以每个人说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你不要来这样啊。可是其实后来发现，不是，我们是来帮他，可以让他更舒服啊，比如说帮他按摩啊，帮他处理一下药物啊，教他们怎么样更正确的姿势啊，发现其实这还不错，所以他们现在都会知道有一个共同照顾的护理师会来。看完会，血肿科的王卓甫医师来到心联病房探视林建一。
对于你的症状来讲，就两个主要的问题，一个是这个痛哦，比较麻烦，一痛起来就走啊不方便，吃东西也不想吃。对对对啊，先把这个也处理好啊。第二个比较重要就是肺部这个问题哦，就是要靠打针化疗，我们就是慢慢的、啊、用低剂量这样慢慢一起来处理。一年多前，他罹患下咽癌，接受化疗，因为癌细胞转移到骨头，异常疼痛。在共照团队的帮忙下，林建一克服了对心连病房的排斥，进行疼痛控制。我现在帮你按摩。体力恢复后再进行化疗，这是他第二次住进心连。尽量在他们如果住在所谓心连病房，来看看他们。我希望说他们不要有一种感觉是说我把他们丢弃了。其实癌症治疗刚刚说，其实是一个所谓。应该是一个团队照顾的一个理念哦，哎，化学治疗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部分。今天来安宁病房不是代表你来了，你可能就是走的进来躺着出去。有些时候你只是为了某一个问题处理完了，其实还是可以回家。而且安宁病房的病人有一半以上是可以稳定出院的。面对生命的重大课题，病人或家属都有莫大的压力。心连病房的医护团队也要做好随时接招、随时接手的心理准备。就同理他。每周都有共修的课程，针对经常遇到的状况集思广益。特别邀请慈济大学心理系的老师指导。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告知坏消息，现场还有模拟演练。等一下哈，我爸爸进来的时候啊，如果啊上一次的报告啊是不好的，麻烦你不要跟他讲。疾病告知的还是有那个必要性啊，因为毕竟他的身体或许现在目前没有症状，如果有症状出现的时候，通常病人都会有所疑问呐、啊。那你就是不能跟他讲他是癌症。你要先答应我，连留那个字都不能跑出来。第一线告知坏消息，大家提供自己的经验，热烈讨论。会跟病人说，当下的目前的病情的话不太适合再继续打，但是他不会把它完全讲死。团队中无论医师、护理师，是领导者也是配合者，自我充实是为了给生命最好的照护。我知道两位都为了这个进修非常多了哈，护理去念博士的可能比较少了哈，那怎么会有这种毅力哈？因为临床又这么忙，又去进修这么多的课程呢？嗯，其实进修也是因为我从计划里面去体验到说，哎，我应该要再去进修，因为我们做了好几个计划，可是这计划很多的资料其实都需要去分析，那需要。告诉更多的人，那可是我的能力我觉得还不够，所以我想要去进修、嗯、那另一方面就是你计划你还要有经费，那经费其实在很多的补助上其实都有一些限制，那所以我才想说哎、欸，要去进修。对，那我们王主任哈、哦，为什么要推广这种共同照护的理念？我想基本上精神是尊重病人的选择，他可能希望跟原来的医师在原来的病房跟原来的团队一起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团队就可以协助他们，满足他们想在别的病房，满足他们想回家，甚至说满足他们在我们的病房，只要他们期待的我们都要尽量去满足他。嗯，其实我们这样知道哈，刚才你们都提到哈，病人常常就以为说哎，听到这个安宁病房就以为是死神的来照顾，那你们跟他讲解以后，他们好像对死亡还有更清楚的了解了哈。今天其实非常谢谢两位哈，把那个我们面临安宁疗护讲得这么清楚，在我们台湾哈，其实也贡献很多。像我刚才自己也学到很多，像芳香疗法啦，然后疼痛的疗法都很多。今天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现场，也谢谢王副主任来到这里，谢谢。